是。前几日咱临时的新闻，哦，去采访伊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是咱台湾的乐器神童。啊，乐器儿童。神童。哦，神童。前几日咱搁有出国去日本表演。真搞啊！掌声欢迎曹氏兄弟。农村曲。
好，五人五人金德优柔，老花老花，老花微信都换嘞，换这里换。我看到那位精神领袖。